今天来到帝王蟹的大本营基章市场，离釜山市区有一定的距离的基章市场啊，是很亲民的帝王蟹、松叶蟹的大本营。这边有别于很多观光市场啊，价格便宜许多。于是我们从海云台转车，大概40分钟就可以抵达，寻找最大只的螃蟹。看看这边每一摊呢、啊，都是满满的传统市场感，也有很多新鲜的海鲜可以让你买了之后请店家待客料理，很像是基隆的富基渔港一样。店家会抓起螃蟹称重给你看，不要怀疑，杀价就对了。两只原价13万韩币的松叶蟹，老板我们可不可以接受？我立刻把计算机抢过来按，直接按了7万。老板虽然面露为难，还是答应我们入内了。这边必吃的鲜嫩螃蟹之外啊，一定要另外 order 一份蟹膏炒饭。最值得夸奖的就是每一个蟹肉都已经帮你处理好了，只要轻轻剥开就可以吃到满满的螃蟹喽。还有真材实料的蟹肉棒，不是火锅料，是真正的蟹肉棒。各种螃蟹我们吃的非常满足，配上饮料还有另外单点的大酱汤啊，还有老板送了我们3颗烤贝，折合台币不到2500元。走到旁边再买一杯道地的粉条咸豆浆，喝了一口，立刻吓到不敢喝，只好再走去门口买一颗糖饼来压压惊。我下次绝对会再来。